你唔好遐歹啦，少年。你今日这样讲，我妈歹，甲我军纪加加害了了，够专业的呢。啊，你怎么上下救者？嘿，上下救者，过来。是伤水，伤水啊，先卡一寡来，嘿，安尼。因为这个吼、哦、不能太水，太水的时候、哦，起来的效果会无。好，过来。我是讲你这先这边搅一寡好用啦。无，这当先搅，这都先过啊。无，我是讲这你先甲卡一个过来。我休串者。好，休串者哦，好。咁要是有剪者无？啊？要变数者无？好，不要紧，还好啦。厕所哦，好。等待那个稀酸涂在混合部分，我们先来拍一下哦。整个，所以这公斤吼，会晓做，确实咧做足紧。你像包伊就安尼一直踢，一直踢。哎，你若讲我安底底啊黏，底啊黏哦，大概几十分钟才连这样，非常难用。啊，但是我是有甲做抠起哩啊。哦，啊，等一下就是慢慢拖拖拖。啊，这个以后就是后来要刷再刷上去的。因为稀酸纸的部分现在已经大概用了三桶、哦、差不多还剩一半而已，所以六桶在用完就淋的、啊、这个现在在这边在走的时候脚要注意、哦、你看这哦，这水就特别多，你看因为它已经渗透不进去了、哦、所以这个部分、哦、就是要这档修花哥呢，我们再把它混合搅拌一下。所以我咧讲的第二层卖喷水，伊好处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无，它是不是都沉淀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变成那边会伤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你也是要用这个劈刀哦，把它抓。啊，这里、就是你就看啦、啊，看你在做的时候，刚好工法遇到什么样的东西，你就慢慢去调配。啊，你伫遮无，你可以这样吸，啊，这个水就进来了，你越吸就进来了。啊、因为墙角的部分哦，墙角部分基本上要那个，那个啥，也不能太高，啊，这网子它有一定的比例哦。我安尼，安尼用起哩，啊，刷起安尼。啊，虽然是白龙雪的手，现在快不行了哦。安那啥事啊？那个把窑又把那一桶磨起来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我管定有水，伫迄背包内底。我背包，你讲你买迄竹炭水新的，你可能我车顶你无啥。无，迄个你啉的。好是哦，啊你当啉一罐啊，嘿，我扎起伫内底。嘿，伫内底，好喝。啊，这边这个比较水，这个要注意。哦，这白龙雪右手要开外挂了。哦，我的右手。白龙雪，你看这样，我、哦、这要拉出来，哦，拉出来，你看对不对？这个稀酸涂的水，哦，再尽量拨过来。啊，你这个凹洞嘛，是爱先先爱拨起来。啊，但这水袂当伤侪，这边水有点太多了。哥，你卡一寡土我哦，我做直接搅搅嘿。好好我，哦哦，用这个方法，但是这个看了不要高潮了，这无人安尼用诶。啊，但是我是刚刚那个原理都通用啊。会使安尼啊？会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水就浮起来多好，啊，不然那个水太多也袂呆啦。应该搁一挂挂，搁一挂，哎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功法，修行在个人。一挂挂伫遮倒啊，搁倒落，哎安尼。好，安尼好，我再叫倒啊。啊，你这个你紧帮把我倒无，啊我内底有电火，内底开开还有电火。
嘿，背包里都有电话，去帮伊拍光嘞。然后我这边要先搞定，因为他现在什么昼短夜长。哇，因为我们在这边搅拌的部分，这个你要把它弄得非常均匀，啊，不然这网啊受着水。哦，爱是我，不是我的。哦，我坐好啊。哦，你要快断了。哦，那袂输咧做蚵仔煎，所以你看足侪做蚵仔煎的高手哦，伊根本迄个头家较早拢是咧用四川纸的，我咧用的，擦蚵仔煎啊，啊墙角擦一擦。啊，这个手腕就是尽量不要动了。哦，我的手腕已经快不行了。好，嚯，阮大，阮会晓共，会晓共关心啊呢，哦，会晓会晓共关心啊呢，真正有厉害。伊这，我讲伊这头灯，我记这当吊死，哦，安尼上快啊。哦，对。好。你记好我，好我帮伊补光。啊，你来当来倒无，还是你搁要绞头？我过来绞。你来进来倒无好啦，啊去绞吼，哦你绞头好，你绞头好，好。我用这个做桥够紧的，这差不多紧超五倍啊！哎，我这边袂当去打着，好。哦，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一流的台中哦，我们台中的分部哦。台中蟑螂牌分部的这个副总，你当的，咱还搁咧算的嘛？当的股份落钱落愈多，就是当的嘛。对。所以阮这即卖是拢干副总的尔哦。好，来，啊，嘉义的钢铁主任，这个关过来哦，我这个手。好，来。翘起来，好，妊娠纹，伊这妊娠纹叫幼纹，哎、欸，乌够翘诶，哦，你，少年，你拢敢加拳击吼？你唔好遐歹啦，少年，你今日虽然讲讲歹歹，加拳击加加害了了，然后你讲个听声是算伊咧调情诶嘛？伊咧算，较早是讲。这来三啊，夹破了了啊！啊，这个是吼，迄拳击夹破了了啊！算咧调情咧，袂杀咧。哎，宝莲讲像咱像我安尼无，尾后壁脑壳用就是第二站时啊个。哎，那阵若尾后到咱第二站，佫用步步好过就好啊，回回无毛细孔就好啊。毛细孔就可以。系啊，伊无讲这，你也佫要孔啊高，真系孔啊小的。不准备哦。对啊。啊，佫煮啊料嘛无够啊！即出叫做已经请到那个迄、那个啥台中的工程部的副总的，然后即出是要你做封面的啊、哦？哦，是。嗯。啊，先讲啊，这人已经娶啊，所以莫佫想嘛，我知哦。啊，这嘛娶啊，啊，即摆咧录音啊，这嘛娶啊。因为下个礼拜封面就要来了，今天明显风就变很大。哦，等待过程这个，我顺便把它推一下。什么塞子？也是这边，因为白天哦，你看久这个，真的是看久的雪盲啊。好、哦，那这边水太多了哈、哦，这个就推开了。哦，这个，你这里水伤多也变形。水伤多吼，它会变成那个管顶会伤水，所以这铺网啊起来，我刚发现到你施工操作的方法有啥无啥共，啊，再当爱个倒满，这我来倒。我爱讲吼，这尾爱去稍微较高一挂哦。有，哦，唔好太高啊，安尼会使。四川只存几趟？
趟吧。剩一趟尔哦。老老乡，楼卡有啊？楼卡都有哦。嘿，楼卡。我记楼卡无啊，楼卡是白餐的。楼卡是白餐啦。这样想，这样想注意。我要收的够专业的啦，够专业的呢。哦，这样动作都要检查一百倍，再检一百倍啊。爸，你头先甲我讲，你咧用这厝，我想讲看袂出来，唔知我想讲，你咧讲嘛是啥？都嘛是听你解说讲故事安尼尔，你知道？啊，想袂到讲真正会晓做呢。哎、欸，干真诶，好做呢，阁未假呢。啊，这我是按算要用水泥矿拍倒来，较袂共低啊贵个啊，嘿啊。这厝边那些咱嘛是要甲做起来。这个有点不够，伤过，啊，真正完全无半桶哦，哪有可能？还有吗？对啊，这个一桶个啊，对啊。伊迄胶咧伤水吼。我甲你讲，你搁啊，较一寡来，较一寡，因这伤水，这要补这袂补这。这帮个拖过，这是要拖过这。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眉眉角角这个，啊，因这用的身体去签着。好，来，这。哦、你看这，这都太水了。我跟你讲吼，我讲你甲，你来倒用。我讲你只胶较高诶，胶较高诶无？无咪你胶高，我讲你胶较高诶落去用。什么？无啦，啊，因你只咧胶，只补胶诶啊，因这是有凹洞诶啊。好啦。无啦，遐你爱迄落来。所以你看保养水咧质量准无？六桶啊。六桶阁无，应该是有够啦，一摆啊，六桶一摆啊。六桶一摆。这家公司赞助我这一支很好用，什么小？什么啦？无啦，迄唔是迄你哎呀，迄即个即定爱补起来啦，确定爱补起来啦。哦，法国的法。好 ，OK。啊，好，安尼行，安尼好啊。老外讲，这足高个无？这趟较高个无？嘿，这嘿安尼着。这我用，吼、哦，伊这较高。这边水，伊这个坑洞，今天这个要补起来，伊这较高，你知道？啊，无遐积水，因遐是漏水的重点。我咧看这，以我的经验，这可能还过台中，还过再一届。目前呢，哇，这料就是一定爱咧，爱捧起来，这样才刚刚好，啊，才溜起，啊，才要搅过。扭起，好，啊，这要注意，好，拉上去，哦，你看这边比较水，刮过来，你这代表有做下水的功能有出来。这个部分再拉，
皮刀，这就叫啥慢刀。哦，安尼，来要学师傅啊，学师傅安尼起哩，搁着哦，有影，夭寿嘞。哦，我今仔搁学着这功夫啊。哦，哦，讲真真啊，讲真，高行如高山就是安尼啊，高行如高山。来，行。哦，这个它会跑进去的这个，哦，水道部分这个要先稍微修出来。啊，因为最主要这个儿女墙这边哦，这边是一个漏水的重点，这一区是漏水重点。哦，我的手快不行了。哦，啊嘞，搁起来。哦，这个上面也是要抹。这水坑需要修一下，修出来，因为这怎么这伤水哦，这会漏，的部分来，这个白龙血就用这个外行的方法刮出来，哇，这先刮出来，因为这的布足高，哦，拖一点过来，好，要拖上去了。哦，哦，这个冻的这铁皮，这个用起来真歹用。我，这边是一高高嘛，这边有一个那个痕迹，所以有一个碰过，所以这个对于地方它有多烯酸酯，这个我们要推掉。好，哦，你这高爆过了，安尼聊内容看平均。哦，这边再来，再来，哦，这擦了有无？哇，这是咩有无？对，哦，这搁爆了，搁用。哥，你有电话无？有啦吼，有一支迄落电话你会当用。对啊，今天我哥就真的有认真了，今天我要帮他加分。哦，无用吼，这伊家的厝来讲哦，那是啊较积极的迄招，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工作要做，啊，你看人。保窑安尼向家走来，才咧做粗工，哦，真正有的时候真的是充满内心的感触呢。啊，我讲感触归感触，遮，哦，遮挂掉，哦，挂掉。好。哦，那是。哦，嗯，慢刀不是放屁，讲你讲的那咧放屁，真正别人是真正咧放屁。哦，要是我讲今仔带学到这真正好用的呢，只有我这发明这吐水这人，我足巧的。哦，发明吐水的人真正有聪明。儿女墙呢？哦，
这个小心哦。啊，伊只有一个厚度啦，哦，只有一个厚度。我还佫捡一挂料出来，呀，这边料就明显太多了，哦，明显太多，我们再拖上去，拖上去。哦，哦，这边你看。我刚才我要挨困死，你这水坑边要我注意。因为吼很多圣水，它都是从这个儿女墙这边渗下去的。把这个插里面，插进去。水水水水，哦水，哦，先暂时这样子的，哦，加，啊这边，哦，哦，啊白凤雪，部分手落较歹，我这边就是用我的方法了。我的操作这种机械我较会用，啊，这个部分未来可能我用油漆刷，哦，这我们油漆刷它最主要可以吸水，哦。这里面这也够擦擦的，哦，管定了啊，水水水水啦，所以有的时候用什么工具，哦，大家要自己去研究，你就自己找出你自己觉得最方法最好用的方法。啊，这个管线有较水的，无要紧。好，这个拉过去。哦，啊，这个较水的，这先要插起，有插就保庇。哦，有插就保庇，无插会出大事。哦，安尼，好。哦，这个水刚好太多了，过来。哎，哦，老记得走道了。哎，我知影，我这我嘛是爱擦啦。哎，你擦，老记得走道。我知影。要辛苦。哎。你来这啦，不要紧啦，你倒用哪有差？你来当都倒过过啊，哎，倒过过啊，啊，儿女墙叫我来用啊，哎，这边，哦，这就是一只，就像平常时讲，我咧做游泳池啊。好，料的，我知道料的送我鱼啊，料的送我软体的，哎，我料的小料，小料是最近出现非常支持白龙雪的粉丝其中之一。宝，你看我咧连咧做这嘛是拢爱唱名啊，料的啊吼，料的料我做饲鱼啊，听讲海水鱼啊小炒要到100万。我看雨停，我也插起来啦。反正等下下过就好啊。哎呀，这个直接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影片就很长了，就是也不剪接了哈、哦，拍到哪里看到哪里。因为这种东西史上只会出现一次，不可能出现第二次的。我怎样？
所以有的时候你若讲伤水有无？伤水，你就是要用油漆刷。哦，这边。所以这有你墙的部分，爱加哦。这尾来底，这样拍出你看的。这空就补起来个。哦，来，这边再刷，嗯，再刷，嗯，哦，有较长镜头的，啊，这基本上吼、哦，它那么薄，哦，伊这防水程度就是你要较高，啊，分批吼、哦，慢慢的把它弄高，你知道？啊，伊尾后壁。这啊，尾后壁剩啊，佫是啊个嘞啦。